不了，他都不知道。有没有说法吗？王老师，才开局啊。上把是呆呆鹅吗？上一把。上把不是，是高不负，只谈这一把。高不负已经只谈这一把，也是有点道理。开局到现在啊，我是有身份的啊。好，有你有身份是吧？好，那走，小文，小文黑皮我们走。小文黑皮我们走。我感觉我们三。小文黑皮我们走。Okay. 黑皮我们走。小文黑皮。OK， 我跟你说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的作用非常大，我作用非常。你作用非常大。常 OK， 好，行，是的来是的，是这样啊，这样我们身份一个一个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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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走走走走走，小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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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来来来来来，是这样，到这里来，到这里来，我们可以先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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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. 单聊一下。但是有个人跟着我们一起。你小，你是不是狼？是狼，你刀刀刀刀刀。刀啊你不要跟我，你不要跟着我，你不要跟着我。我觉得你问题很大，你不要跟着我。网红和死了，我觉得你问题很大。死了，网红，对，我觉得你问题很大。那就秀才哥或者赶快找，赶快找，赶快找。秀才一直不见是吧 ？OK。对，不能往。OK OK。对，秀才哥还有一个， okay, okay, 其中死了一个， okay, 另外一个是狼。啊，我在那个雾迷雾的那个地方拍到了，黑皮的尸体。那。先说修凯一直追着他，然后我不清楚你们后面的抱团情况，但是我发现就是有一个细节，就是网红鹅死的时候朱大强是没反应的啊，这就是我发现的细节哈。过 OK， 我觉得包包啊可能是自刀自爆了。为什么兄弟们，我一直在迷雾的最下方啊，我在那个地方是没有看到人的，也就是说尸体根本就没有在迷雾，因为我是在那里钓鱼的，所以说包包在我这儿一定是一匹铁狼啊，我这一票肯定是挂给包包的，因为我在迷雾那个方向没有见到任何人。不，周可爱发言，我这把信息不多，我只能保西恩没有问题啊，他太害怕了，以他的角度来说，这么害怕的话，他肯定是个铁好人啊。过，刁子一发言，只能这么聊啊。上一局在报警之前啊，几乎所有矛头指向了你秀才，然后这一把这一局你踩了一个点踩了一个报警的包包，你秀才会不会是个小丑呢？那个像个还有，然后就是包包张了一手大枪，我不知道你是张还是判断出了他那个啊，所以这一把的话呢交给你小峰归票，小峰归票啊，是包包和秀才的局，好吧，包包和秀才的局，但是防止秀才是小丑啊。过，我觉得包包，因为包包他不可能是那个，为什么？包包是报警的，如果他是那个坏的，他不可能一上来就说网红鹅被杀了这个信息，秀才哥直接点了一手，如果把秀才哥当小丑打的话，我觉得包包说朱大强没有反应，这一轮其实可以出这个朱大强，你知道吧，我全程是一个人在做任务，最后的时候我碰到了修凯和西恩在最上面那个实验室那边，我觉得这一轮其实可以出大强的啊。过，那这么说不确定包包报警人身份，然后秀才哥又有可能是呆呆鸟，那这轮大强网红死了，大强没反应，那这么顺推，那大强可以扛推这一架，然后秀才哥是不是小丑先不管，那包包报警人这个身份坐实了吗？他大概率不是，因为我们一起去找的尸体，那这轮我可以跟一手大强分票。过，先发言，这把我全程跟修凯，往后我死的第一时间我先说的，王大魔立马说的，朱大强没有反应和包包，只能秀才哥是一个小丑牌，他的发言完全在我这里是个小丑，这把只有票朱大强。过，这把的话包包报警人，这把可以票大强先过吧，秀才哥应该是呆呆鹅。过，我没有反应是因为我脑子不好呀，为什么跳我不扛那刀？大概率是匹狼出去了。对。OK， 先你上轮保的是秋可爱，对吧？嗯。你全程跟他在一块，对吧？你要知道，上把我们只死了，我们死了两个，也就是说，两个小温大魔是不是被踩了？上一局，这把我这把小大魔不能认他，大魔你还是离我们远一点吧。行，我觉得你 okay, 对你还是走吧。
我、哦。刁德一发言，刁德一发言啊！出开这个出生之后，直接是跟小恩在一块，然后大谋在一块啊。专业杀手王大谋啊，自动报的警。专业杀手王大谋，来，请开始你的反扑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Michael 交给你啊，全票挂大谋，好吧，过。我没啥说的，我在做任务，一个人。大谋说吧。王大谋发言，一派胡言。马老师，当时你和西恩在那个右下角最下面，你们俩先相见的，然后我后面下去了以后，你说我不信任你，你先走，然后我刚往上走没两步，这个时候就报警了。你报的，为什么你报警？因为你杀了个加拿大鹅，他是西恩，所以你这波只能张我，只能硬张我，那没得张，不好意思，这波没得洗。你是那个，你是杀了那个加拿大鹅的人，不？我这边弄好在迷宫那边复活的，然后我刚刚有出去找人家抱团的时候就报警了，我这边没有任何的信息，可以看秋凯他那边怎么归票吧，但我觉得王大谋半信半疑吧，挂。我一直在做任务，我最后听到了秋凯的声音，然后我可以保秋凯，那你们两个我的这个发言，我还是我感觉王大谋发言比较正向啊，我也是感觉马老师是杀了那个加拿大鹅啊，挂。好，那么呆呆鸟发言，好吧，那么我跟你说这一局为什么要出王大谋，首先出完王大谋游戏结束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包包在我这是一张公认的铁狼牌，那么马老师把我打成了一张呆呆鸟牌，风间直接跟风，然后说我是呆呆鸟，三三也是跟风，那无所谓，这一局一定要出王大谋，因为我是一个好身份，我知道包包一定是一张铁狼牌，但是包包已经起跳保护王大谋了，那王大谋是什么牌？在我这是一张狼牌，那朱大强是什么牌？鹈鹕啊，过了，出王大谋。发言不用听秀才哥发言啊，全票出刁德一，直接被我现场抓行，抓到了西恩啊啊！中间王大魔也知道我一直在喊西恩，还有那个包包，还有那个谁都啊都遇到了我，我一路在找西恩，我刚到审讯室就看到了刁德一，直接从那个鸡腿路过被我抓了个现行，票他挂。今天喝多少？有米酒怪。果然在那鸟，结果在那鸟，我不把它打出去，没意义，我得打个好人，没有好人了，王红也死了，他也死了，没得打了，警长也死了，在这没得打了，哎，被人抓住了，这怎么搞啊？被修改当面抓住了，这没办法。我是肯定信你的大谋，因为我刚才最后看到你了，知道吧？然后还有一个老不确定，对，他让我走了，然后他报警了。大强有可能是个鹈鹕走的，知道吧？我觉得鹈鹕应该还在场，那就是秀才，秀才哥，他这个是我。王大谋，不说话呢？哎。我在看你做任务，我保护你啊。那在场，那就 OK。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。你跟大魔保持距离，再来。对，但王大魔刚才对，我们要保持距离。我没有追你，我当时看你做任务看那么久。嗯，大魔保持。我做个任务，搅屎棍发言。好，这里是秀才发言。我不知道你们好人在玩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要是鹈鹕在场的话，你们怎么玩？你们根本玩不了，对不对？你在等开饭吗？等他鹈鹕已经吃了两个人的时候，你们就已经没办法开饭了。那么我身为一个呆呆鸟，我要做出来一个好人的非常正向的发言。那么我先说一下，首先包包是我认的铁狼牌啊，
我也不跟他多逼逼，是不是？王大谋上一局包包保的一张牌，那么王大谋是什么牌？王大谋必不是一张好人牌。修可爱直接点杀丢得一，那么修可爱在我这里一定是那张提壶牌啊！我只能这么跟你说，岛上没什么好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开饭啊！我就聊这么多。我臭傻哥，臭傻的呆呆鹅发言啊，他这所有的都踩啊。这把我感觉没有很大线索，我听一下你们后面怎么说过。你大魔就才哥发言听得我很懵，场上最多就五个人，最多就一狼，几乎肯定已经死了，那一狼的情况下，那看这轮有没有人弃票嘛。好吧，这一轮可以投一手包包，我同意秀才哥的说法，包包姐如果是个铁狼手，那这轮没结束那就记了，好吧，那就投包包过。那这一波就是按大魔说先投包包，但是有一点重要点是，包包在那边，我跟秀才哥一起走的时候，包包在底下大喊秀可爱快救他，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。哇，小峰明显在顺推我，那王大谋上一波马老师跟你跳对跳的话，你肯定是一张好人牌，然后秀可爱在我这也是一个好人牌，秀才他是小丑的话，那我们只能去排到小峰身上了。我是一个好人，修凯，你真的相信我，如果我是狼的话，我不可能是个狼，我只是一只普通大鹅。王大谋，麻烦你清醒一点，票这个小峰过。等一下，宝宝，什么叫做如果我是一个狼的话，我不可能是狼？你绝对是狼，我今天把你出了我就赢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一票单挂宝宝。你挂你个羞草，你个呆呆奴。好，宝宝被投出去了。哦，还能赢，就看谁手速快。漂亮漂亮，吃了的吃了的，风间把王大毛吃了，把王大毛吃了。我不是鹈鹕呀。秀可爱是不是鹈鹕呀？完了，妈他妈脑子又进去了，我操！刀啊 ！CD 应该好了，现在应该好了，见人就空格。开饭已经用了。哦，找不到人了。我还以为我跟秀才哥生在一起，没有。王牌在查，好。王大谋吧？你不刀我的吗？为什么不刀我呀？刀我游戏结束了吗？哦，尸体在这儿。追不到哎呀，哎还有啊，你给点反应你就。王大谋吗？那就那比手术，包包不是铁狼，那瞬间就是绿，丢可爱是好的面子。是是啊，我呢不吃了，王大谋在等什么、人呢？我在卡死角。你 CD 好了没有啊？ CD 还有五秒，那你不要找他呀，你先等一等嘛。五秒你去找他干嘛呀？你等一等，再就不是这样。我想看到在哪里，我跟他兜。你转角遇到你跟你的，我 CD 好了呀。对呀、啊，你转角遇到你没了呀。找到我就不吃秀才，我就不刀秀才哥了。啊，行，这把被秀可爱直接抓个现行。秀才哥，看吧，抓个现行，直接抓到。对，没办法。